即马当时一直就做落肥期，但是有农民发现肥料出现买无的情形，判断是因为部分肥料原物料来自中国大陆，但是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，造成原物料无法度提供，引发农民的预期心理，先来买肥料。彰化市农会表示，目前台肥的肥料供应无问题，农民唔免烦恼，农会确保肥料够大家用。2020年三月初三出厂的肥料，六号就来到彰化市农会，提供予农民来买。目前拄啊是稻啊肥料使用期，真侪农民拢要用肥料，但是真侪乡镇市农会拢发生无肥料会当卖的状况，尤其是一挂较热门的肥料，常常叫无货，只剩台肥有肥料会当提供。虽然政府一直讲肥料原物料供应无问题，但是事实上伫第一线就是叫无肥料。那是讲今日要肥料，之前是讲欠。啊，都无肥料，哎呀，肥啊，无肥啊，哎呀。对啊，我顶日来买就买无啊。他欠偌久？哦，欠了一礼拜。啊，一礼拜啊。你今日买五盒啊？嘿，顶日买无啊，啊要买四十二个嘛，买无啊。彰化市农会总干事表示，目前彰化市农会肥料供应应该无啥物问题。虽然有一挂肥料供货较慢，但是农会拢会尽量向顶游厂商来争取，确保肥料供应。因为这段时间是咱农友拄啊好用肥的时间吼，所以咱肥料的供应吼，需求量算较大啦。啊，一方面吼，因为可能受到这个疫情吼的影响。所以一寡吼，咱的农友有一个预期心理，惊讲吼，咱的肥料会欠啦吼。啊，其实咱目前吼，当然某几项需求量比较大的吼，供给的部分稍微较慢啦吼。啊，其实整个量来讲，应该是拢足够咱农友来使用。啊，而且嘛，呼吁咱的农友吼，咱按照咱吼正常的这个时机吼来落肥吼。啊，唔免烦恼，啊，咱会配合这个肥料公司，啊，咱的农粮署，来提供这个足够的量，咱的农友来使用。因为每一个所在种植的作物无同，使用的肥料嘛无同款，所以各地所欠的肥料嘛无同。只是以往拢无拄到类似的欠货状况，所以就算讲请农民改用其他肥料，农民嘛真歹改变习惯，换品牌意愿无关。新中华新闻北平林中华采访报道。